大家呢就今次就介绍一架呢石庄，咁就係呢个海洋公园嘅石庄啦。咁啊又係关太年明事啦。咁啊呢度封面就印住海洋公园嘅入面嗰个咩睇海豚嗰个表演嗰个场地啦。咁啊呢度我先拍啦。空空雪拍啊嘛，勁多人係喺熱雪池地咧，完全冇任何海豚飛出嚟嗰下，你飛出嚟嗰下你影我都算啦，你完全冇任何動作嘅，你影嚟拍鬼咩？屌，做封面都好啲啦，冇。下啲冇可能。應該 Tiny 第二次同海洋公園合作，冇記錯。第一次就係 Tiny 嗰個咩海洋公園嘅纜車啦。咁啊，後面有兩架印住海洋公園嘅廣告嘅，分別一架電車同一架巴士，成利而已。咁啊。周圍人住香港公園都合租，主角海洋公園嘅 Tiny 明嘢係一個生產商，生產商咁後揭開個板就要兩架啦，好特別啊！佢咁樣嚟揭，佢咁樣揭，雙邊都人住海洋公園。家只有成兩嚿水喎，大哥，貴唔貴？咁啊，事不宜遲，拆咗入邊嗰個盒出嚟先。咁見到咧，呢度有兩架車啦。咁啊，介紹咗上面嗰架，我中意嘅電車。咁啊，下面都有一架勝利型啦。嗱，拎咗出嚟先。咁呢架海洋公園嘅電車啦，咁就係我其實現實中咧係唔會有任何電車通過海洋公園嘅，只不過引咗海洋公園廣告，咁就特別咗啲咯。佢就嚇、電車係唔會入到海洋公園噶，巴士都可以入到去，電車都入唔到去。好明係假嘅廣告嚟嘅，廣告設計嘅根本就係、是、啊！見到架電車就印曬所有海洋公園嘅廣告啦，咁就佢個地點就係呢個銅鑼灣嘅，銅鑼灣嘅咁就158。銅鑼灣啦。佢終於出一架銅鑼灣啦，好感動啊！好感動啊！佢終於出個銅鑼灣啦，佢冇出過銅鑼灣咯，認真冇出過銅鑼灣咯，佢認真咯。咁都係依然用翻同一個模啦，嚇、啊，用翻呢個第五代嘅電車係嘛？啊，第五代電車。用翻第五代嘅電車啊，你第六代啊，我唔知啊，總之都係一樣嘅啫，唉，冇特別。總之呢個肯定就唔係第七代啦，第七代係有冷氣啊，冷氣電車嚟啊，冇記錯。就算冇冷氣都好舒服。你見唔見到入邊咧？有又係印住錢啊！見唔見到？我唔知見唔見到啦。印住錢啊啦，印住貸款啦，見到
都用同一個帽，勁特別。誒，今次整得唔錯，就係、個雜念功咧，就唔係個電纜啊，唔係雜念功，個電纜咧就軟啦，唔係好硬啦。用新個咩電車嘅電纜。比舊嗰個好嘅，咁啊，應該冇人有睇啦。咁都一樣啦。雖然佢冇呢個小丁一樣，都係用翻同樣嘅帽嚟做，都係用翻同樣嘅帽嚟做呢個嘅版本嘅電車，真係可惜。佢就算係小丁同埋唔係小丁都係一樣，係咪好笑嘅？係咪好笑先？你話啊？咁我好感動，就係佢終於出銅鑼灣啦！呢架銅鑼灣，哇！呢架跑下地嘅，呢架銅鑼灣嘅唔同噶。佢終於出銅鑼灣啦，好感動啊！成件事，其實真係好感動。應該唔止咁啊，唔止幾架嘅啫，仲有，因為費事拎出嚟啦。咁啊，下一架就係巴士。咁啊，呢架勝利型啦，勝利型嘅巴士啦，印住海洋公園廣告啦。咁啊，唔知佢現實中係有冇呢個巴士？應該唔係九巴，我肯定係嘛？我唔係好清楚。總之九十年代嗰啲燈噶啦，用嗰啲咩用紅色嗰啲咩類似人造皮嗰啲咯，類似人造皮燈嗰啲咯，係啊，人造皮燈啦，唔好煩。人造皮啦，咁就紅色入邊，咁應該九巴啊，中巴。如果中巴係藍色咁樣綠嘅話，應該九巴啦。咁啊，五號車佢呢個嘅行飛路道啊，行飛路道。呢個整得唔錯，認真。入面的等真的不錯，個排位度。雖然你咁樣睇下好似膠膠地，佢其實佢雖然啲凳係流流地啦，不過整得咁細，你唔通要用嗰啲凳咩？咁啊，後面。咁車頂一樣啦，冇嘢睇嘅。車頂純白色嘅，咁啊拎幾架勝利二嚟睇下先。咁分別有呢一架啦，應該少見噶啦，你應該少見噶呢架。
112号去北角，呢架又系90年代嘅陈丽妍啦。九巴有四架度，一架鸭车咁啊，一架都系陈丽妍，不过红 A 牌嗰架，试下先。咁呢架应该未介绍，其实你应该未见过呢架。我遲下先介紹，就收翻埋先。呢架咁特別啊，應該好少見，全港得個幾架啫嘛，好似唔係好多呢種顏色。佢之後就出翻呢啲普通啲版啦。90年代同埋七八十年代嗰啲車型全唔同嘅。那個位置都完全不同的，這裡今次做得很好，就是前面這個什麼這個車上面不知道是引擎，應該是那個位置呢拍得很好的，就是它的原本是黑色的嘛，它將它這個淡色整淡色，完全看到入面，完全看到一格嘅，一格格嗰啲嘢嘅，應該都係咩？嗰啲咩引擎嗰啲噶啦，應該都嚇。咁好似佢第55号嗰格都出咗第四格啦，咁佢唔係呢個條路線嘅。咁我都會介紹唔係㗎啦，係嘛？都會介紹啦。咁啊，應該就完咗啦，呢條片就咁今日就介紹完啦呢架車，咁就呢條片應該到此為止啦。咁啊，鍾意我條片嘅朋友呢，就唔該你撳個訂閱掣。有咩唔滿意或者想同我講嘅嘢，就下面留言。咁啊，最緊要就係訂於隔離咪個鐘仔啊，或者撳埋佢，咁就我出片就準時收睇啦，係咪先？咁啊，希望大家做啦，同埋記得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跟住subscribe 我嘅 Facebook 啊、IG 啊嗰啲啦，咁啊應該 follow 我的 IG 啦、Facebook 啦，應該呢條片都完噶啦，咁啦，下次介紹最後一 set 好裝，喺聖誕，即係唔係農曆新年，喺聖誕買嘅最後 set， 咁就係呢架 S 套裝。機場下的士頭裝，知唔知？咁但我拖好耐啊，都成2月，勁啊！咁啊，再見，拜拜。